欢迎大家收睇讲英讲英讲波经啊！好啦，咁啊，首先我要介绍下自己先，因为咧，我相信都有啲新球迷咧，哦 ，OK， 睇个节目嘅，咁咧就系我叫 Tommy 啦，咁系一个阿斯罗 fans 啦，系啊，咁我阿 Donuts 啦，咁啊利物浦 fans 啦，系啦，咁我两个咧就喺嚟到英国啦，咁啊又好中意睇英超啦，又星星星星之下又做呢个节目嘅，咁我呢个咧就一个类似英超嘅雜誌式節目，係咪咧？係啊，係雜誌式節目啦。回顧翻咧，即係每週英超嘅一啲特別事啦。係啊，啲賽果同埋一啲未來嘅展望啦。咁同埋咧，我哋嘅一啲觀眾啦，就會讚揚我哋咧，係咧好唔專好專業咁去唔專業，我覺得亦都啱。唔係，佢話我哋廣播好唔專業，中意聽。咁其實咧，我哋為咗迎合一啲中意聽唔專業嘅評，所以廣播經嘅主持人咧，我哋就要好專業地扮唔專業去講嘅。我覺得我係幾中意呢個專業嘅專業嘅唔專業嘅，因為咧啲佢哋啲觀眾讚我哋就因為我哋係球迷嘛。真係讚你哋，可能暗串我哋。因為你都唔專業，其實轉緊我哋。其實我哋以為人哋贊啦。唔係，但其實冇所謂㗎，因為其實呢個都可以係一個 slogan 嘅。你大家喺香港啦，最出暫時即係或者好出名嘅 channel 其中一個就係、是。咁試當真個題目都係咁嚟嘅啫喎，咁我唔敢同佢哋比，當然係，咁、但係專業嘅唔專業都好型啊，係啊，真係 ，OK， 好，咁啊，好啦，咁啊，亦都再賣賣廣告啦，咁如果想、聽多啲關於即係英超嘅信息啦，或者即係睇翻即係中意我哋嘅節目啦，咁記得就 subscribe 我哋頻道啦，同、我哋鐘仔啦，咁咪多啲留言啦。好，咁啊事不宜遲，我哋馬上就去翻回顧上周嘅。係啦，既然頭先 Tommy 都話賣廣告啦，我哋除咗廣播嘅節目，我哋就講移民嘅節目啦，呢個廣告好重要啦。好啦，咁另外咧要講一講啦，講到講移民，我哋英國啱啱講咗，英國咧喺英超啱啱過去呢一周咧係咩日子啊？崩快啊！就咧，我哋咧普天同慶放煙花嘅喺直播嘅時候咧，大家睇到啦，係有某幾場場次啦，中間就已經暫停咗。點解放曬火箭入場啊嘛？因為我哋全個英國都喺度燒緊炮仗，燒緊火箭，咁所以咧就會有呢啲事情發生啦。咁我哋就比較普世歡騰開心啲嘅，就唔係淨係元朗國先得火燒噶，我哋英國都係燒炮仗噶。好啦，咁跟住咧亦都要講講啦。隨住崩快低啦，咁我哋就燒曬煙花咁樣啦。今週英超嘅比數咧？都燒曬煙花喎，係比數都好大下喎，好多都好多都大下，有啲有長次，即係某部分長次啦。咁亦都有幾場咧反敗為勝喎，係好有娛樂性喎。好啦，咁啊馬上去回顧翻今週嘅賽果先啦。咁啊李斯特城啦，2-0贏愛華頓啦，咁佢都好犀利啦，李斯特城啊。咁啊一陣我都會講嘅。咁啊拜仁啦，亦都係反勝啦，狼隊啦3-2啦，跟住森林2-2對咗賓福特啦，跟住曼城啦。都驚濤海浪底下啦，贏咗富咸啦，咁曾經令我哋阿斯圖球迷好興奮嘅，佢哋諗住打成三分，咁啊跟住列斯聯啦，咁啊4-3贏布尼茅夫啦，跟住到星期日啦，咁星期日咧就頭場阿斯圖1-0贏車路士啦，跟住維拉就主場贏曼聯啦，咁啊紐卡都會大一大個啦，係啦，跟住就三場輸俾紐卡素好正常啦，咁啊。跟住啊，水晶宮就作客贏咗韋斯咸啦，亦都係反勝啦。係啊，跟住利物浦啦就幫阿仙奴啦，懟冧咗呢個北倫敦嘅大敵啦。幫阿仙奴係為咗自己利物浦爭前四，兩樣都係啦。咁啊，依度一陣我要再講嘅。好，咁啊，我哋馬上就要講一講第一場，我哋係講李斯特城啊。係啊，係啊，李斯特城，我今屆都係幾中意嘅隊球隊啊，打到而家。好啦，咁啊，咁點解我哋有咩好講咧？李斯特城對愛華頓，咁李斯特城對愛華頓咧，就頭先啦，呢場波啦，其實好精彩啦。頭先即係如果有睇比賽嘅球迷，我都覺得比賽過程幾精彩啦。因為咧呢兩隊咧，其實係靠防守啦，一路將個戰績攀上嚟嘅球隊啦。反而呢場咧係對攻嘅，有啲對攻嘅意味嘅。咁啦，首先講講啦，愛華頓嘅防守近期係穩步上揚啦。咁逼福特啦，其實已經去到有80%嘅撲救率啦。咁亦都啦，要講講嘅係咧，其實啱啱點解我會擺大頭嘅泰利文斯咧？除咗啦，因為泰利文斯入波之外，其實咧泰利文斯咧今季咧原來係英超傳波即係 successful pass 啊，佢係排第一嘅喎，629球啊！嗱，其實咧呢幅相咧，即係今日呢三幅相啦，曾經有兩球員都傳過會嚟阿仙奴嘅，一個就係麥迪臣啦，一個就係泰利文斯啦，佢哋係今季啊嚇。咁其實你再講啦，啲李斯特城今季其實開季開得好曳嘅，但其實你睇翻近五場波，係零失球，唔係近五場波就係失咗一球，嗰一球係輸俾曼城，就係迪布尼嘅罰球。
即係唔係一個生波而輸嘅。所以今屆其實即係你睇翻依五場，其實李斯特城嗰個防守力咧，其實係慢慢上翻嚟。係係啦，咁啊呢度都值得留意一下啦。因為其實上一集其實都有講到啦，李斯特城其實已經脫離咗國安區啦，一路上翻嚟啦。其實佢嘅班底唔差嘅，當然啦係冇再有新嘅活力啊、新嘅球員入嚟，因為冇錢啊。咁但係其實本身個班底，你麥迪臣啊、泰利斯文啊、哈菲帕尼斯呢啲球員一啲都唔差嘅。再加上前幾集我哋節目都提過啦，因為佢已經揾到一個新嘅相對穩健嘅中堅作啦。其實都嚟緊有啲大會已經望緊佢哋啦，因為事實係。有咗我唔知道中文譯咩 ，sorry 真係唔知道。科恩斯科尼斯啊，長頭髮爆炸頭嘅中堅啦。佢打正選之後咧，係六場啦，失少咗一半嘅波。咁其實佢中堅作用已經好好嘅。其實等於即係今屆轉會咧，丹尼和特啦，龍門啦，其實咧已經五場 clean sheet 嘅啦。其實同迪基亞同埋即係藍斯道、阿斯藍斯道都係同樣攞到五場 clean sheet。如果你講話丹尼和特咧，作為一個利物浦嘅青訓咧，係咁咧，我都有佢簽名，我睇過佢比賽。咁咧當時我都叫熱口望嘅，但係佢爭取正選啦，佢唔喺利物浦啦。咁去到李斯特城嘅時候，開頭都唔係正選啦。咁啱啱今季啦，接替咗離隊嘅舒米高啦，之後咧佢喺英國報紙咧係排英超今季最失望球員第一名。係因為佢投六場七場啦，總之係每場都失兩三球。咁其實我又覺得你失波唔可以淨係怪一個龍門咁樣嘅，我覺得係成隊李斯特城嗰陣時都有問題啦。咁今而家佢又打翻出佢應該有嘅質素啦。佢如果我睇場上比賽，見到其實佢嘅撲救係 OK 嘅。咁當然啦，佢就唔係一個用波嘅龍門啦。咁我哋再講少少啦。咁比賽內容啦，我哋講完泰利文斯啦，頭先仲有麥迪臣好 fit 啦。麥迪臣啦，為咗爭取英格蘭嘅正選啦，都好努力啦，fit到爆啦。嗱，麥迪臣咧，其實應該早兩屆即係應該歐洲國家杯之前咧，其實佢就去同。霍頓啦，同呢個蒙特啦，同基亞利樹咗埋，即係麥迪臣四個，其實英格蘭咧，其實一個年青嘅新希望嚟。同埋其實基亞利樹係麥迪臣係早過基亞利樹俾首機開杯重用。不過好可惜，即係佢踢得最好嗰屆咧，即係應該係上一屆再前一屆，其實佢係入咗11球10個助攻，即係個雙雙嘅成績。不過但係佢嗰一季係有3個月受傷，其實嗰季如果大家有印象，其實佢同利物浦同車路士係鬥到最後嗰兩輪，差唔多鬥到最後嗰一輪係爭前四嘅，佢就係攞第5，利物浦攞第3，車路士攞第4。因為利物浦係最後先至追上嚟，追翻上嚟。其實當其時啊，詹士麥成日帶住李斯陣壓住利物浦嚟踢，即係壓住利物浦，大家去爭第四啦，或者爭第四，爭第四啦，五就係啦。咁但係佢最因為佢。傷完出嚟，佢揾唔翻個狀態。其實佢係有呢個傷患嘅問題嘅都有。其實咧，點解我咁記得咁清楚咧？因為咧，其實喺前一季啦，阿仙奴去買中場嘅時候咧，第一個首選咧就係奧迪加特。嗰陣時就話，即係最後標價應該係3800萬定3500萬磅咧，就買奧迪加特嘅。嗰陣時就話唔知買唔買到個後備方案就係詹士麥迪臣。嗰陣時講緊係講5000萬。其實如果二揀一咧，當其時我係想揀詹士麥迪臣嘅。因為佢前一季其實佢已經入波已經係入波助攻係即有個數字俾你睇到。但奧迪加特當時未適應英超啦，仲喺皇馬度。唔係喺皇馬嚟咗嘅啫，我哋半季嘅時候咧，其實入咗1球波定2球波，即係唔係一個即係覺得哇佢功力咁弱啦。同埋當時其實阿迪達未揾到奧迪加特個位，成日同路維去踢一個有時候踢左，有時候踢中咁樣，都未揾到佢。咁哇喺個如果你揾個中場中翻嚟嘅時候，其實我嗰時喂麥迪臣好喎。咁當然啦，你而家個隔咗成季啦，就算係講緊今季，即係今季入球啊，即係而家奧迪加特入咗7球聯賽，麥迪臣而家入咗6球，但你要諗下佢係踢緊李斯特城，即係阿仙奴順風順水底下咧，即係奧迪加特入緊7球波，但係麥迪臣咧其實捏住隊波咧佢入咗6球，其實我自己覺得即係當然啦，麥迪臣嗰個年紀又大啲啦，即係年紀大2歲到啦，係啦，咁所以嗰、那個即係適應英超又多耐啲啦，咁但係anyway 啦嚇，而家喺 transfer market 裏邊咧，奧迪加特個身價咧係高過麥迪臣，一定係啦，係高過阿仙奴隊長。另一樣嘢嚟嘅，如果你講呢個轉會市場身價，另一樣嘢啊，因為佢奧迪加特喺未成名之前係人都知佢利物浦球迷啦，係人都知佢天才球員啦，佢轉皇馬嘅時候係利物浦係好想。簽嘅，因為佢係利物浦球迷，講到明嘅。佢但係最後深刻嗰隊皇馬，咁就唔知點解嗰陣時15歲，講緊奧迪加特已經係天才啦。
咁嘅麥迪臣上陣嘅第一次上陣，我記得十七定十八歲啦，我唔記得咗，好清楚啦。佢係哥倫利利出身嘅，跟住就過咗佢呢個李斯特城。李斯特城唔係過李斯特城，佢過咗呢、這個應該睇下先啦，我睇下冇唔係過李斯特城先嘅，係哥倫利利過咗英超諾域治，過咗諾域治先，諾域治踢咗一季，跟住先過咗李斯特城。係啦，咁再講講少少啦，因為咧麥迪臣真係好 fit 啦呢場波，大家睇到就係、是。他一個人扭散了愛華頓整個後防，創造了很多埋門機會和助攻，也助攻最後助攻給哈菲班尼斯。除了泰士文仍有招牌式的遠射，這場如果說到麥迪臣呢，在2022年即是我們不是有心想幫麥迪臣起機，而是事實麥迪臣是打得很好，在個狀態都越來越好，因為很明顯是為了爭取這個世界盃入場券。2022年裡面呢，英格蘭球員呢入球助攻次數呢是僅次於Harry Kane， 有22個入球都關他事。其實他今年入了13個入球、8個助攻、9個助攻應該是，總之22球嘛，跟著當然也是愛華頓的後防，今場很間歇性不集中，之前我們剛剛還說他的後防是好了很多，但是今場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累還是怎樣，總之突然間是，你如果看比賽都知道他突然間是不知為什麼手法突然散了，跟著當然可能麥迪臣扭得好還是怎樣，總之是幾下突然間散了 好幾個 big chance， 但是最後都是即是他會入到球啦，但是有兩個助攻啦，但是他那兩三腳射門是很精彩的，是啊，那我就是突然間出來的，是突然間啲後衞突然散開俾他射嘅，好得意嘅。咁咧亦都最估唔到嘅係咧，今季咧作客入波最多嘅球隊咧係李斯特城，其實李斯特城咧作客係勁過主場好多嘅。咁再講啊，就係咧轉化入球率咧，佢都係最高的。有十總共轉化可以入了14球啦。咁再即係再講點解我會亦都要講講復相，我哋應該我會擺埋卡法洛雲出嚟咧。好可惜嘅就係佢一復出咗呢兩三場咧，卡法洛雲其實好有質素嘅前鋒啦。我睇佢可惜嘅就係咧，佢太易傷。佢一出嚟踢佢依個傷咧係突然間跑跑就唔知點解企咗度坐低就要換出啦，係直接送入更衣室嘅，係傷到係冇辦法再。即係連等一陣嘅機會都冇啊！雖然佢係行入更衣室，但係佢係冇機會再投嘅。咁最後證實咗啦，又拉傷 hamstring 啦，即係大髀底肌啦。咁咧即係可能佢連搏到入爭取世界盃最後嘅機會咧，可能都冇乜機會啦。佢又係一個好慘嘅一個有實力嘅前鋒啦。咁係啦，咁樣啦，咁即係呢場波暫時嘅總結就係咁啦。咁跟住我哋就再會去到嗰三場先啦，講三場散波先啦。我哋好，跟住就係三場嘅反勝啊，反勝嘅比賽啦。今場咁啦，例如反勝嘅就有列斯聯對班尼茅夫啦，繼對利物浦之後啦，又係臨尾入波贏波啦，咁啊4-3啦，弱勝非常足啦。咁咧而班尼茅夫咧得意啦，連續兩場都係反勝為敗啊。對上一場反勝為敗輸喺邊度啊？熱刺係啊，係啦。呢次就犀利啊！90分鐘贏人哋，係啊，又係啦。咁跟住呢隊都呢場都係啦，呢場都接近啦，係尾轉啦。咁跟住啦，仲有你班尼茅夫差唔多場場都大手交易嘅，係其實後防係有問題嘅，佢哋即係場場都大手交易。咁跟住就再到見到右下角啦，狼隊對白禮頓啦，又係一場反勝嘅賽事啦。點解要 cap 呢個人出嚟咧？中文對唔住，我冇揾到係咩名啦。咁 Mitoma 啦，咁啊白禮頓就係一出嚟咧，呢、這個日本球員咧，三個球咧。都關佢事，佢一個人咧整散咗整個狼隊嘅後防，所以咧世界盃嘅時候咧睇住佢，唔係但係你要諗下，其實狼隊咧今屆咧失波咧後防失到暈嘅，即係你如果揾狼隊嚟做指標咧，就即係依個即係日本球員咧就可以留意，但係因為始終你日本隊再踢呢、這個即係世界盃啦，咁同英超又可能難講啲嘅，係啦。雖然葡萄牙半隊國家隊啊嘛，你話狼隊啊，其實狼隊即係以一隊，因為狼隊咧，雖然佢你話失波係咪失到多到暈咧，又唔算，因為有好多隊啊都失得多嘅。咁但係狼隊咧，不嬲都係以一隊防守行先嘅球隊嚟。佢咧最大嘅問題啦，之前即係節目，即係我哋頭幾集公仔都講過啦。其實或者呢個我哋英國報紙做緊雜誌，或者英國普遍嘅球迷都會，即係本地球迷啦，同人傾偈嘅時候都會講到，狼隊防守唔會有咩大問題，問題係佢唔識入波。咁所以咧，你問係咪一個指標咧？其實我會覺得係一個指標嚟，因為英超狼隊嘅 level 防守，當然你話望到佢數字，喂失22球喎，係咪多咧？係多嘅。咁但係佢一向個比賽嘅內容都好少可係大失好多波嘅，可能一兩球會有嘅咁樣咯。咁跟住再到啦，水晶宮反勝啦，又係
咁水晶宮咧就反勝韋斯咸啦，咁啊純粹講佢即係純粹拉埋你咧，咪講係反勝啊，咁啊拜埋呢個球員落嚟又講講下啦。水晶宮咧都係反勝韋斯咸咧，最後贏波嘅，咁咧我哋就可以再落到下幾下一隊啦。好啦，咁啊我哋講一講曼城啦，曼城好啦，係啦，咁啊曼城都係好驚險啊，嗯。即係憑一個十二碼啦，即係就係即係叫贏二比一啦。咁啊，睇下哥迪奧拿都即係因為看淡風浪都咁興奮啦、啊。因為呢場波咧，其實雖然啦，因為艾華利斯打正選啦，先講講就係雖然見到夏蘭大幅上到啊，大家知道佢受傷啦，後備嘅原本以為佢唔出㗎啦，咁結果咧上半場有史東斯炸鼓啦，但係艾華利斯交功課啦，衝浪咧得球好靚嘅入波。咁咧之後咧，簡些路咧撞 Harry Wilson 咧，就係利物浦清訓啦前，跟住就食個全餐啦，食全餐啦，紅牌十二碼啦。咁跟住咧就彭利拿射入啦，彭利拉射入啦。但係咧富含打多一個咧，其實都係俾人都係俾曼城撳住攻嘅。呢我想講呢句就係英超霸主嘅能力，真係噶富含即係我哋都講過富含實力唔係好強好強，但係佢絕對唔係一隊弱隊啦喺今季英超度。咁但係能夠打少一個都係其實圍住嚟猜圍住嚟打，真係嘅真係嘅。要控制曬全場啊！直接到下半場六十幾分鐘咧，忍唔住啦，當夏蘭特同科頓都出嚟，大家都知道呢個遊戲應該終結啦。咁呢個時候咧，夏蘭特啦有一球頭槌越位啦，咁入咗越位好少啊。其實個腳應該冇越位，係啊手越位嘅啫。係啊，咁總之就係戒到佢越位啦。咁其實點睇嗰陣時都唔覺係，咁但係最後都睇到有啦。咁始終啦，佢有嘅球星啦，迪布尼迪布尼啦，咁呢啲都係經驗啦。入到禁區比賽嗰陣，你嗨嗨我。其實嗰、那個其實都唔係，即係紐卡素後衞其實唔係有心踢佢，係啊，即係唔係有心啊，係啊，嗰同埋嗰下係迪布尼自己轉身，真係即係困到啊！其實呢個經驗嚟嘅，就係、是、一轉身你困到我，就梗係瞓㗎啦。咁搏一搏啦，因為嗰陣時幾分鐘，九十五分鐘。其實就有冇即係球證係可比可唔比嘅。係啊係啊，咁反而嗰、那個即係食全真紅牌咧，就其實我嗰個球證係俾得係好啱嘅。係啊，即係雖然咧，我見到有球迷有講啦，即係喂嗰球點解一係就四碼。一係就黃牌，咁你冇嚟食全餐，即係好少食全餐。其實唔會嘅，因為咧都已經解釋咗個球例，即係依邊球證或者我知道有香港嘅page 啦，球證嘅page啦都係有解釋咗，就因為係明顯嘅入波機會咧，你擁低人哋咧，你就一定罰㗎啦。即係或者再 detail 啲講啦，即係你係明顯入波機會，但係如果你係向波嘅話咧，你向波鏟到個波而 kick 低佢嘅話咧，你就係一個即係十二碼位黃牌。但是你點解食全餐就係因為你唔係全心去波，你係全心對個人撞低佢，所以佢就俾你食全餐。即係如果你喺禁區上邊，禁區你踢低一個球員，但係你係全心你去波嘅，踢到個波踢低到人佢嘅話咧，咁其實呢個咧係可能係十二碼加黃牌，但係你俾埋紅牌你係因為你唔係去波，你係直情佢，因為其實你睇簡斯維成日將佢想讓成個人撞低佢，唔係去個波嘅。因為其實我又冇睇到幾多球迷話唔係十二碼啦，因為我見到都係話係十二碼。有人話咁，有人話啦。咁如果 Tommy 話要去到解釋球例咧，咁好簡單嘅啫。個球例咧，就係、是、個球個後衞咧冇玩球啊，個球例叫唔係玩緊球啊，即係冇掂到個波啊。係咯，咁就完㗎啦。其實唔使解釋咁多，或者同其他球證或者嗰個 page 大家先話，啲球迷點講都唔明㗎啦，覺得唔係就唔係，好簡單。咁球帝話咗係就係啦，即係球帝話咗球證唔係，因為話球證話咗係就係啦，話咁你都已經事後唔需要再講啦。咁其實呢講真，呢個十二碼咧，其實真係去到最尾爭冠咧，呢個都係一個好關鍵嘅十二碼，關鍵嘅三分，係真係。雖然夏蘭特射啦出嚟間，其實我都覺得個龍門係有啲唔抵，因為佢撲到入嘅、即手底唔夠力啦，所以佢之後都好氣憤，即係我睇住個龍門，即係睇住個撲到嘅啫。咁最後即係可能落地爭少少啦。咁啊，但係咧打少一個咧，要講講就係咧，曼城咧其實全場咧七成控球比率咧，十六次嘅射門咧係多過富含四次嘅，四倍啊，唔係四次。四倍。其實咧係都個即係基本上全場控制㗎啦。咁但係咧喺直到九十五分鐘先至。即係叫打得入反勝啦，所以哥迪奧拿都好少啦，一望到個鏡頭都要耶下先，咁啊，所以先一定要 cap 到呢個咁有趣嘅畫面啦嚇。咁始終啦，英超嘅我都敢講係霸主啦，近幾年呢、這個形容詞啦，霸主。咁佢嘅實力係高過其他人，係一個 level 就一個 level， 係呢個就係佢嘅實力啦。咁好啦，我哋再落到係啦，我哋講翻紐卡素先啦，講講咁紐卡素咧有乜好講咧？其實好快講完嘅啫，就係話俾你知佢進佔第三位啦。咁咧，佢已經九場不敗啦，四連勝啦，咁咧，仲係初場場大勝咁滯啦，場場大勝咁滯啦，因為功力真係好強啦。咁佢贏咗之後咧，
亦都哈森客圖都即刻炒咗啦。咁咧要講嘅係咧，我基本上次次如果有講紐卡素，都一定講阿米朗。我真係睇咗佢覺得好耐，佢真係好勁嘅呢個球員。七場入七球。咁同時間咧要提一提咧，就會係因為咧。即係我都係睇到其他分析咧，我都係跟人口水尾啦，咁亦都先至發現到原來係因為佢同查比亞咧夾咗一條右路咧，好有默契啦。咁嚟緊英格蘭咧右後衞咧，應該都係查比亞正選噶，所以咧咁咧，而查比亞咧擁有咧全英超最多嘅成功傳中啊，又係一個後衞啊。從前係講緊當然啦，阿羅伯臣因為你有好嘅攻擊模式，但係而家講緊紐卡素都有啊，咁所以咧佢哋嘅功力咧亦都係。唔止阿米朗一個啦，仲有你而家見到嘅威爾遜啦，係啦，咁仲有啦，巴西國腳啦，死啦，又係中文名唔記得啦，咁嘢古美利斯啦，咁上下啦，古美利斯係同埋仲有即係受咗傷未出嚟嘅，你阿薩克啦，艾薩克啦，魔人啊，唔係魔人啦，神風啦，又係咁，其實紐卡素嘅陣容咧越見完整啦，雖然你會覺得佢啲球員喂好似冇乜級數喎。但你其實唔係，因為你睇翻紐卡素咧，你睇翻佢嗰個行軍速度、打反擊速度好 快，前面啲人好快，好快啦。咁所以你諗下佢開季嘅時候同曼城對攻三比三都幾精緻咗啦。係真係。咁其實因為遲我哋節目後段再講翻啦，即係我哋都會開始講啊，邊啲係增勢啊，邊啲係增即係爭冠啊。因為隨住賽季深入啦，賽季深入會講翻啦。咁其實我啊覺得佢係爭冠黑馬嚟嘅。雖然阿當尼斯就覺得我都唔係，我開頭因為佢哋頭幾之前幾場嘅時候，喂佢開始贏啫，咁但係你冇諗過佢會唔係我到今週係我覺得係爭冠啦。佢到而家一定係啦，因為我都講過啦，因為其實我可能比即係我唔敢確定啦，但係喺頭五六場嘅時候，我都覺得直情佢三比三打和曼城嗰，我都覺得佢已經係個攪局啦，佢已經係歐洲歐戰嘅即係可能頭七啦，有呢個機會啦，已經係一個最上半版至少歐洲賽嘅球隊啦。咁再之後賽季深入，佢真係淨係輸咗一場，之後就場場都係轟轟轟喎。係，佢係和波都係多嘅，所以佢暫時都係即係27分啦。咁好嘅，依度我哋去到聯賽榜，我哋再分析翻。之後再講啦。好啦，跟住我哋就要講曼聯啦。講曼聯啦。曼聯失分啦，都係亦都要講翻艾小哥尼拉嘅起機之戰啊！我覺得係叫做即係艾馬利嘅即係地標戰啦。咁啊主場三比一啦，贏曼聯啦。咁其實阿小龍維拉即係Ramsey 叫咩中文名叫藍絲嗰陣，即球藍絲啊嘛，藍絲都得㗎啦。藍絲 Ramsey 啦，係啦 Ramsey 啦，咁即係年輕球員啦，咁啊其實之前謝拉特提升佢上嚟都講過話呢個係新謝拉特，有傳過係係咪？係啦，咁啊我要講講就係艾馬利上任啦，本地嘅球迷啦，維拉球迷，即係或者或者香港嘅球迷，維拉球迷 fans 啦，英國人啦。都是很開心的在維拉市尤其是因為他們會說起碼即不是起碼是艾瑪利是確確實實一個歐洲賽冠軍級別的教練這個你都沒得爭的就算他說你說他在阿仙奴搞得不好或者他剛剛來那隊位或者可能覺得不是那麼出色你覺得但是他在西維爾的時候是確確實實拿了歐霸杯三屆這個是真的事實來的他的戰術其實我自己覺得啦當然阿仙奴球迷可能其他阿仙奴球迷絕對不會同意的我會這樣說但我覺得他教阿仙奴其實都是不錯的我不會覺得他差的就這樣說啦即是艾米利當時來到阿仙奴的時候他提升了一些年輕球員的沙卡系啦路維啦其實你現在阿迪達的班底裡面跟著上面李信啦其實都是他是重用年輕球員的那這是第一啦第二其實艾瑪利是那時講西維爾的時期過來的時候我們有了解過他有一個好習慣就是每一場球裡面即是對手啦他將所有球員有啲有隻 USB 啊，定手指啊，就俾個球，即係你今場波要對住呢個球員，譬如你後衞你對住呢個前鋒嘅時候咧，佢俾曬啲片你睇，話俾你聽你今場波要點樣做。咁但係嗰陣時就曾經有傳過啊，有啲球迷好厭惡呢種嘅叫佢做在前做好多功課睇呢啲片嘅球員啊，係球員啦，係球員啦，俾球員啦。咁呢個就係艾瑪利嘅一個即係可能係教波嘅方式啦。咁你睇翻。即係維拉球員中唔中意啦？因為維拉球員點樣反，即係球員係反教練到謝拉特落台嘅，好明顯係啦。其實好多教練落台都原因都係更衣室啦。咁我覺得艾瑪利
我唔知啊，即係我唔可以咁講啦。但係起碼蘇花佢教個球隊啦，好少即係除咗阿仙奴啦，好少傳出有更衣室嘅問題。唔係阿仙奴都冇傳出緊有更衣室問題，佢都唔算有好大更衣室問題。即係我都話，所以我冇特登去了解好多啦。咁究竟艾瑪利算唔算係因為戰績啊，定係因為更衣室問題，或者你話球員中意佢嘅訓練方式而下台啦？咁我哋即係佢過去啦，我哋唔講，但至少講緊呢場咧就係、是。艾瑪利地表戰很成功，你看到他自己都很開心，因為他帶領的這隊維拉，其實維拉的班底人腳是絕對是中游級，他不是護級球隊 的分子。那你當你看到李哈格打到坦克格，你一下呆了，坦克格之前都意氣風發的嘛。之前呢、就是、曼聯九場不敗，但我很想說呢，其實呢曼聯是一隊偽強隊在我們現在、因為為什麼你看他入球能力，其實入了18球球聯賽打到這一刻，其實每場球入一點幾球，很少、夏蘭特都入了18球，上屆入波最多的斯朗在英超都入18球，即是其實英超現在 他入波能力是很低，因為其實這場球我是回家再看，我重播也看，因為炒曼聯當然看看就是曼聯呢，其實坦克他自己事後都有說，他們放太多的球入去、禁區、他唯一一個 big chance， 那些人還要罵斯朗说他顶得不好，但你知不知道其实得唯一斯朗是拿到一个最大机会入波的 chance， 就是斯朗和艾力神，他两个最有经验最有经验的球员，即是艾力神放到个波给斯朗、其他所以入那球其实是即都是斩入禁区，就即斩中蓝斯跟着大入啦，其实这个真是偶然性的。曼联是功力是非常之疲弱，跟着他没有了奔奴费洛斯，即是今场波奔奴费兰先生没有出场， Anthony 没有出场，之后他用即就算他尾比段再换、之前锋球员是谁、安东尼，是安东尼，还有一个、不是那即是安东尼，另外那个什么 sorry 不出来，曼联会再找前锋，其实功力都是很起的，即曼联现在的问题呢，之前喂可能曼联球迷喂复苏了，赢过阿仙奴，赢过利物浦，真的彈花言，他是有問題的，即是你個坦克格是成隊，我上集都講，喂，好像很勁喎、即係卡斯米路梳理咗個中場，但係其實再睇翻，喂，其實佢功力好疲弱，睇翻佢對阿少東嘅維拉，其實佢得一個 big chance， 就算俾佢入埋都係3-2。我會講係要提一提啦，維拉呢場咧係27年嚟啦。是首次贏曼聯啦，首次贏曼聯啦，都唔係主唔主場啦。咁跟住再講咧，就係今場啦，啱嘅。因為咧，坦克格咧突然間呢場咧，唔因為撞親個腦啊，因為咧雲迪碧克正選喎，係引援啦，係啊，有一個嘅加拿組嘅年輕人啦，又正選喎，仲要搭埋咧，其實佢唔係好中意 C 朗打正選喎，其實咧佢係突然間咧，我覺得係有啲半放棄咗呢場波嘅，一開波就已經咁。如果唔係冇理由咧，會突然間中場三個用兩個冇乜踢過正選嘅人啦，未夾過咯，咁講分分鐘係咁跟住咧啲企位啦，其實你睇比賽嘅內容啦，全部錯曬嘅。中場防守唔知做緊咩，傳波唔知做緊乜嘢，向前行向前逼唔知做緊咩，三個人咧係曾經試過咧係企埋一齊，係企埋喺個畫面入邊企埋一齊，非常密，而係唔知企喺度做緊乜嘢。唔係，佢仲俾埋斯朗做隊長添，強。係咁，即係突然間又幫阿斯朗起機啦。咁啊即係今場係個戰術各樣嘢都錯咗你啦，都即係你，即係佢自己自毀長城啊，都唔好講話球隊實唔實力嘅問題。講到如果逐個稱話，問一定贏啦，逐個稱嘅球員。唔係，如果踢波係講實力，逐個稱就唔使踢㗎啦。講緊就係啦，如果逐個稱啊，曼聯一定贏啦。咁而家就係個問題就係、是、你逐個稱球員有質素啦，你戰術擺錯咗啊嘛。咁而家維拉就話俾你知，換咗個啱嘅領隊，擺翻好嘅戰術，好簡單啫嘛。阿米利最基本4-4-2啫，4-4-2嚟嘅啫。4-4-2啫，你曼联打啲咩啊？坦克格话打你嗰啲好啦劲嘅战术，话咩点样改朝换代，改变哥迪奥拿同高普嘅垄断？呢、这个世界有咁讲咩？咩啊 ？This world is not only Guardiola and Gopo. Today will be changed me. 哦、，OK， 即系唔系自己识咁讲啦。当然我有少少改咗少少英文啦，因为我记得，但系佢有讲过呢句说话：英超唔系得哥迪奥拿同高普，会系我坦克格。哦，好啊，咁睇下你今屆入唔入到前四先講啦。係咁，當然啦，佢一定要拋下浪頭噶啦，唔係都係立冠威嘅拋下浪頭噶啦，落冠威係咪先？係啦，係啦，咁當然啦，即係我唔係好記得 exactly 全句完整句子，但係絕對嘅意思意味咁樣啊。佢用奸笑啊，我好記得個畫面。係啊，咁啦，係同埋成班球員咧，呢今場曼聯其實係我唔知道係咪咩原因啦。
其實你睇個跑步都好慢嘅。其實佢某程度或者坦克格係睇少咗阿小奧維拉。好明顯係嘅，我覺得。佢係睇少咗阿小奧維拉啦。你話十分鐘就輸緊二比零。係啦。你點樣啫？打踢咩啫？場波雖然咧，其實佢全場即係射波有八次啊，其實得三次中籠。是少過阿小奧維拉，阿小奧維拉六射四中，佢質素你睇得到啊！即係今屆曼聯咧，其實係即係好多問題出現啦。即係我覺得前即係後防好似之前又好似好穩啦。咁而家華拉尼傷咗之後咧，你後一場波失三球啦，係啦，咁其實都係有個個係咯問題喺度啦。好啦，咁我哋可以即刻去下一場啦，係咪去你個外隊利物浦啦？你中意外隊又好，你嗰隊又好啦。系啊，都講啦，我哋都係係啦。咁咧，利物浦啦，今場啦，都係嗰句啦。喺啊，幫阿 Tommy 啦，正咗門楣啦，又贏咗佢最憎嗰隊啦，北倫敦嘅死敵啦，幫阿仙奴球迷贏咗北倫敦。當然啦，啱嘅，我哋因為爭緊再追翻前四啦。其實助人助己，其實二線都贏呢場波。因為同一時間咧，我哋陣間就會講啦，因為另一個前四嘅競爭對手啦，就俾阿仙奴隊冧咗嘛。咁所以呢場波咧贏咧，其實係追貼翻個分數啦。咁我自己同阿 Tommy 一齊，因為齊啦場波。咁我哋都睇到其實即係利物浦即係輸咗四勝四敗啦，只係咁都係贏唔到波啦，都係冇波多啦，同阿紐卡素嘅問題一樣。當然我輸波多啲啦。咁今季亦都呢場係作客第一勝啦。咁所以點解高普賽後都係即係真係輸咗心結啦？喺發布會度佢都有講過，就係話呢場波對利物浦係其實可以話係好最即係近乎係最重要嘅呢刻嘅一場，因為作客起碼終於都贏到波。咁沙拿啦，其實。同 Tommy 傾偈都有講過啦，之前係俾人抹殺咗個功力啦，其實已經近八場入咗九球啦，連續四場入波啦。其實我之前都喺近呢兩三集嘅節目啦，都有講過，其實利物浦今季嘅攻擊力咧，其實仍然係都係嗰度嘅，係防守出曬錯嘅，有曬問題，咁先至即係輸波啦。咁跟住紐尼斯亦都有其實在今場波紐尼斯打左翼或者左前鋒，我不知道怎叫一個中文，就在那裡的串腰性很大，也有兩個很漂亮的射門，又中個柱，其實砰砰聲，其實利物浦的球迷普遍都說不如叫他回去練多些射門，很多人都有說，因為不是一場是中柱，是場場都中柱，其實這個是一個問題來的。好啦，我都係即係啲腳封唔順啫。其實係射係咁射啦。啲球迷講笑就話佢應該咧練開街波好似我哋咁啊，練開射柱嘅。咁啊唔係好正同籠啦。咁咧講笑啦，當然係。咁大家都希望就係佢其實佢有機會，有能力同埋佢速度真係好快，主要性好高。咁高普都講過就話呢個球員嘅 package 係好特別，好高，跑得好快，左右腳都有。咁而佢大家以為佢係中鋒啦，但其實佢絕對唔係一個中鋒。咁佢係一個跑動型嘅前鋒啦，咁所以係一個 project 嚟嘅，咁我哋拭目以待啦。俾波喂波俾佢嘅前鋒啦，即係唔算係正宗，唔係一個正宗鋒，唔係一個正宗鋒。係啦。咁跟住之後啦，熱刺就算落後兩球啦，係冇放棄啦，當然係下半場嘅一路都係食住救心啦，我哋利物浦球迷慣㗎啦。不其實上半場都有一下中個柱啦，艾力神亦都破救咗好多下啦，咁跟住到最後啦，真係走甩咗啦，卡里緊嚟入咗個波啦。因為咧，依度要提一提咧，就係有阿高魯石夫斯基啦，阿 Tommy 就問我：喂，嗰個係邊度嚟啊 ？Tommy 可能冇乜，即係冇乜，即係可能始終啦，同我係佢受傷咗好耐，同埋我睇曼聯即係同埋我唔會睇曼聯一樣嘛，你咪我哋尊重嘅對手先睇嘅。係，而似呢啲 Tommy 啲阿仙奴球迷唔尊重嘅唔使睇，唔尊重嘅我哋唔好睇，眼火爆佢哋，好留意佢。哇！呢個上季打到光芒四射，高魯石夫斯基都唔知個金即係右路係打曬，真係好勁。高魯石夫斯基真係有佢之後，熱刺係爭兩班波嚟。再加上今場要講一講啦，雖然贏熱刺都啦。一隊不是完全看熱刺來的，沒有孫興文，但是其實我又想說，其實一直都講熱刺的問題，就是因為他沒有中場嘛。其實他今整場球你看他做球，他譬如他沒有類似詹姆斯麥迪臣一個可以引幾個球員留幾個交靚球或者自己食虎，他最後都是要交給孫興文一個前鋒，即他中場沒有入球能力的，其實也都限制了熱刺他的高度。你看回他今天對 Big Six頭場2比2作客和車路士，之後作客阿仙奴3比1輸了，對曼聯2比0輸了，主場對利物浦都輸了。你看回到其實他現在的Big Six的能力，其實是可以說是最大的。說什麼Big Six？從來都沒人當他Big Six，我們不當他Big Six。Big Six是Big Six給面子他說的，利物浦熱刺球迷覺得自己是Big Six，但其實你看回今屆他對Big Six球隊那個能力是很低，是的，即是下，即是再到下，即是
下一陣我哋再講亞洲對車路士，我先再分析啦。咁其實熱刺係有一個問題喺度啦。因為我要講就係點解因為 Tommy 都問我高洛舍夫斯基係邊個咧？其實佢就係中場嗰個人。佢下半場入咗嚟之後咧，即係都相遇啦。一復出嚟之後咧，個攻擊力再強咗啦，跟住同埋傳波啦，有幾腳關鍵傳送啦，都係喺佢出嚟。佢其實又打實，佢上季開始已經見到呢個球員喺熱刺係真係好勁，好勁。有佢嘅熱刺都係爭好遠。咁跟住好啦，咁熱刺今季嘅風格咧都係上半場係重啦，下半場係籠啦。原來今季有統計數據咧，佢場場基本上都係咁上下嘅。咁鄭舒利亞都問啦，點解一隊熱刺咁好嘅球隊，點解上半場場場都要落後先，場場都輸先咧？場場都打咁差咧，點解執唔翻嘅咧？點解淨係下半場先踢波咧？唔理解，解釋唔到。呢場波其實我記得啊，即係我都係記得嘅啫。即係睇下錯同錯啦都。咁但係上半場咧，熱刺射三球波，下半場射十球波。呢個係嗰個分別。咁咧仲有啦。就是其實利物浦亦都少有啦，高普亦都改變咗佢嘅戰術，佢嘅踢即係利物浦嘅踢法啦。因為亦都知道今季嘅利物浦咧防守出咗大問題啦。點解我幅相要擺戈拿迪同埋沙拿出嚟咧？其實呢場波係贏佢兩個。戈拿迪出嚟之後咧，成個後防啦都穩咗好多啦。最主要係佢包咗咧右路咧好多好多波，佢咧亦都憑佢身體質素啦，頂住咗咧好多熱刺嘅高空波啦。要講一講咧熱刺嘅高空波咧，其實咧。今季咧係點解冇 cap 到咧？熱刺嘅高空波咧，今季其實係應該係英超國球啦。我冇記錯咧，係入波最多嘅球隊。咁咧佢嘅轉化入球率咧係差唔多每五六場啊，定係九場就有一球。咁其實咧，如果全季就算利物浦上季咧國球好似入波多啦，但都是三四五球咁上下，總之都好少嘅。但係熱刺嘅個球率咧係好多嘅今季。咁跟住咧，仲有就係咧改變，首先講頭先講緊改變戰術咧，就係好少可啦。我都 Tommy 講啦，睇嘅時候換走曬前鋒，係張伯倫都擺咗出嚟，換埋張伯倫都擺咗出嚟。呢個真係都要笑一笑啊！我哋都因為即係換下中斯出嚟，諗住抵掟住高洛舍夫斯基啦。咁跟住之後即係都失敗啦，因為始終成個勢已經輸咗下半場。咁好少可高普嘅足球啦，高普嘅球隊啦，係要去到最尾啦，開始拖時間啦，係講緊換曬啲人去死守啦。咁亦都證明咗佢都好清楚知道今季利物浦嘅防守，但到最後啦，連高美斯啦擺埋出嚟啦，大家都好驚啦，仍然其實輸咗兩球頭槌啦，我同兩個頭槌機會啦，其實要輸，所以先至我先想頭先帶出，不論國球或者正常三波頭槌咧，熱刺嘅攻勢咧係好強嘅。其實我都咁講，利物浦都打得唔好啦，贏咗係有少少運，絕對係。兩隊都唔打好啦，佢只可以咁講啦，因為上半場一條蟲啊嘛，你話係啦，咁下半場就有啲騰騰震嘅，咁咪都有啲驚係俾人追和嘅，係啊，夠心咯，夠心完。咁同埋頭先再回翻就係話揀迪拿啦，曼城嗰場波咪擁人十二碼嘅，其實阿諾今場都有一球啦，咁所以我想講有運嘅，其實嗰球擁低對面咧。都是有運的，都是可以開一開波，一開波嗰陣時咧，一開波，我亦都認同係可以比嘅。如果喺球證尺度一致嘅話，係可以。咁我英超就唔一致啦。咁啊，今場我哋賺咗啦，我會認同。咁啊，到要講再講埋啦，熱刺啊，北倫敦死敵啦。提一提就係熱刺近四場輸三場，係啊，狀態其實好差。係，同埋其實我會要講嘅就係因為 Tommy 頭先都總結咗少少佢嘅問題啦，冇進攻中場啦，同埋個陣式呢個打法上半場係龍，下半場係重，下半場係龍咧，其實好難走得遠嘅。其實我覺得今屆熱刺過埋，即係我估今屆咩冇嘢落袋之後咧，其實有啲散班嘅啦，即係孫興文要賣嘅啦，卡利肯定要賣嘅啦。前幾季冇嘢落袋，都好多季冇嘢落袋啦，類似咁啊，卡利肯定都話走。同埋乾地都我諗會意興難生嘅。即係今屆其實佢都乾地之前上都講過自己上一扎船啊，上賽啊，所以我覺得其實熱刺今屆裏邊即係萬一連歐洲賽都冇啦，即係唔係歐洲賽，即係入唔到前四嘅話咧，其實有機會都係會即係要推倒重來嘅啦。即係唔可以再靠卡里肯尼或者孫興文，你想爭奪啲乜嘢啊？或者再換主帥爭奪乜嘢？其實係要徹徹底底佢換一次血或者換一次班。我覺得即係如果我係一個熱刺球迷啦，或者我係班主啦，其實因為你。卡利簡尼孫文其實用了幾季，最 fit 的時候用了幾季。但幸好你不是班主，因為熱刺班主出了名孤寒，所以熱刺班主都是吵架。熱刺班主出名孤寒，但他很懂得做大雕，未理財做大雕，做大雕。咁揸住孫興文，揸住卡利簡尼，其實他是賣到錢的。咁睇佢點樣，佢可以將
將嚿錢去換一啲人，即係同即係熱刺簡單啲。我覺得再靠孫興文同埋即係卡利簡尼亞，你唔得㗎，要推到盡係㗎。前提真係阿利維會做啦，我覺得可能性唔大。咁要再講少少啦。今場見到孫仔啦，我哋咁，但係世界盃咧又會見到孫仔啦，因為世界盃咧。啊、孫仔宣布手術成功啦，咁到時應該可能都會迪布尼當年咁戴面罩。唔係，南韓係唔會唔揀去入選。唔係啊，除非佢隻腳踢唔到啫，眼去睇到嘢得㗎啦。佢而家佢就係隻眼窩過出嚟，我知啊，所以佢做手術，做完手術係啊，即係佢唔會唔踢㗎。咁樣啦，正常係唔可以唔俾佢踢啦，當家球星。咁仲有啦，要再提啦，嗱，琴即係今朝你應該係香港時間啊，因為英國時間今朝啦，香港時間應該係深夜，咁開始傳出咗啦。利物浦話賣盤嘛，各大專業都話賣盤啊賣盤啊嘛，咁呢個要再講一講啦。其實即係我都見到好多球迷係清醒理智嘅，睇翻英文風 statement 都講咗啦，係尋求 shareholder 入股，即係資金要錢、賣股，咁但係冇話賣盤，咁所以咧即係呢度要稍微少少講翻清楚，呢啲公開資料嚟噶，唔係我講噶，大家上網全部都睇到係公開聲明嚟噶，唔係我話喂你又係你護班，我冇護班主啊。是班主他要賣，但他賣股份、啊、我說回事實真相出來而已，這裡澄清一下啦，幫稍微幫個記者或者拿一封信出來說啦，這樣但是、如果作為利物浦球迷角度啦，其實一向有邊我都跟其他今天跟朋友說有誰不想個老爸有錢、啊、我當然想要有錢爹哋的啦、誰想不要蘇格爹，有蘇格爹最好啦，那最好找到個把炮的投資者，咁當然就我哋就唔好要強國嘅資金啦，今時今日就係撈舊強國資金。強國冇資金㗎啦，係咪先？係啦，自身難保都強國。咁啊，利物浦其他球迷好多球迷都寄望啦，有油王有油王啦，咁啊，咁當然啦，即係我都覺得有油王就當然最好啦，冇油王都揾個好有錢佬啦。亦都有球迷嘅心聲，我都講講啦，就話唔好再要美國佬啦。咁我覺得好我都覺得我咁講又可能唔係好恰當，因為好少美國老闆又會揾再另一個一啲。即係同佢差唔多嘅財團又走入嚟，咁即係點樣咧？即係拼球員點樣，我都唔知道。咁但係當然啦，大家寄望嘅就係其他遊王啦。咁咪睇下啦，睇下事情發展係會係點樣啦。係啦，呢個大家坐定粒路啦。利物浦有錢就有啲收購咯，冇錢就都係咁上下啦。咁啊，我哋個個都係咁啦。唔係啊，你話一億買比靈鹹啊嘛？唔係講啫，有錢啫㗎。佢而家我唯就籌期買比靈鹹，但係可能就買得一個，就買得一個咯。買得一個。咁但係如果買咧，就唔止一億㗎，因為而家估值暫時都九千。系啊，九千嘅賣咗可能過億啦，好啦，好，咁就去到今週啦，咁啊，系啊 ，Tommy 時間，唔係 Tommy 時間，終極打飛機時間今日，終極打飛機啦，咁啊，其實場波其實就一面倒噶啦，咁壓住車路士嚟打，咁啊車路士其實都冇乜太大嘅威脅功力啦，咁啊奧巴美揚喺換出之前咧，其實點都霸住個波嘅啫，係呢度我即係容許我作為一個球迷啦，因為我哋都一齊睇啦，我哋講少少啦，又自一自嘲啦，奧巴美揚回歸喎、哦，你睇下佢俾人圍住笑喎、哦，你睇即係加比爾入完波之後咧，其實我諗阿仙奴球迷都唔係咁中意佢啦，真係，所以喺贏完波之後都圍住佢嚟笑，你睇下呢個畫面就知係喺阿仙奴球員唔中意佢啦，因為講真，佢上季大家有睇到，佢搞風搞雨，佢係衰嘅，個人格係有問題嘅。咁我要做一個球迷啦，局部嘅球迷啦嚇，睇即係睇場波嘅時候我。其實我真係覺得我都話我場覺得場波有啲悶嘅，因為咧場波得一隊波踢緊波啫嘛，車路士都唔係好踢緊波，俾佢俾阿仙奴圍住打，即係壓住打啦。咁、啊、因為個重點係咧要提一提一個數字啊，我會講話車路士今場咧有16個 turnover， 係多過曬以前任何一隊波，甚至乎係可能我唔敢講總數，但係多幾倍，就證明咗16個 turnover 即係等於16個全波俾對面隊啊，直接傳俾對面隊啦。即係講緊阿仙奴嘅企位逼搶啦，做得好好啦。第二樣嘢就係、是，其實以車路士本身應該嘅人腳質素咧，係唔應該全失16球，所以其他呢個球員家啦，呢個嘅球即係其他嘅球圈嘅人士都話呢隊車路士呢一場波係不知所謂，係 shame， 係一個恥辱，對佢自己應該要即係要翻屋企，真係諗清楚你哋係咪一個球員啊？就去到，因為將面對面交失16球波嘅球隊就唔係一隊合格嘅球隊，絕對。咁仲有就係、是有扯車路士香港嘅球迷 page 啦，我都提一提就係話喺佢哋嘅角度覺得車路士已經唔再算係強隊，尤其是今年啦。點解咧？因為從上年嘅政治風波啦，賣盤風波，同埋俾我都記得，我想講睇佢俾巴塞追擊啊嘛。佢想買邊個球員，巴從來就去買嗰個球員咯，係一定死噶嘛。我記得我哋第一集咧，或者我哋有講過咧，因為車路士佢清走曬艾巴莫榮治。
賴成功的體系，條獅子走了啦，嗰、那個CU 女咧又走咗啦，係啦，咁都走了啦，咁其實連幹稻草都走埋啦。其實我想講一講珀達，珀達呢場波輸咗之後，輸咗咧，你企喺場邊咧，佢冇表情。係你如果你任何一隊落後緊一球嘅球隊咧。個領隊咧，你講緊 Big Six 啊，你睇下甘地有啲火，你睇下阿迪達、哥迪奧拿、高普，佢冇激情啊，佢冇面無表情，輸啊嚟啦，好啊，佢贏波又冇，即係可能佢冇傾心，即係我最唔中意嘅球隊或者球員咧，就係、是、咧你輸唔緊要，實力輸唔緊要，冇火冇火咧，呢隊波我好憎，即係阿仙奴如果係做到咁樣咧，我好嬲啊，掟，即係雲加再斯文迪。都掟水樽啦、啊，插錯咗同掟水樽啦、啊。喂，佢真係冇反應嘅喎、啊。即如果我係車路士球迷啊，我成日都會代入其他車路士，即係其他球隊球迷。我咁樣睇咧，我係好唔開心。知道車路士喂發生乜嘢事啊？你咁樣喺主場，因為你記唔記得我哋咧？完咗場喺度睇電視咧。車路士球迷走得好快，成個場唔見曬啲人。喂，大佬你見到佢哋嘅即係奧巴美揚啊？輸完入邊，即係我哋入完波之後，你咁樣俾。作客嘅隊波咁樣嚟恥笑喎，係、啊、圍住你係笑緊你噶，係、啊、笑緊奧巴美揚，係笑緊車路士噶，係 啊真嘅。即係我覺得呢個係羞恥嘅，所以先至啲球評家呢邊嘅球員，即係其他電視節目嘅評述都有講就係話，其實呢場波車路士係羞恥，係羞恥，係羞恥嘅。係啦、啊，咁另外啦，即係講完車路士羞恥啦，亦都要讚一讚加比爾啦，加比爾入呢個角球其實咧原來咧佢咧係阿加比爾係入咗九球。加盟以嚟用九球是角球入波啊，系喺佢入加盟之后同期最多的第二个是八球的卡利简尼，跟住有六球的沙拿，同埋车路士的头槌入波啊，头槌入波，即角球啊，唔系角球入波，角球入波，同期即系佢加盟咗阿仙奴开始计起，佢系已经入咗九球角球入波，第二位是卡利简尼。第三位是入了六球的沙拿，同埋入咗都是六球先啦。我做了啲少少功課先啦。祖馬即係車路士嘅祖馬，係啦。咁其實雖然啦，之前阿當尼斯都話佢計時炸彈啦，冇話計時炸彈啊，唔係都話長軍都有啲失誤嘅。咁今球冇失誤啦，咁啊亦都叫做入咗球波。呢個係阿仙奴球迷，即係我唔敢講代表全部阿仙奴，因為我都係上網睇，係人哋話俾我知，介紹俾我知。加比爾是每場都有失誤的，是很危險的，是人家介紹給我知道的。沒有啊，所以幫他起起機先啊。好了，跟著又去到。這裡我也想說，因為之前我們上一集節目，我們有出過一幅圖是說這邊的球評家，甚至乎伊恩胡禮、阿仙奴的名宿都批評過，加比爾西斯做一個阿仙奴的當家前鋒，入球很少。但是其實大家看到，其實上一場我突然拿紐尼斯出來，紐尼斯你要覺得他入球少，其實你今場佢嘅作用都係助攻，其實大家前鋒嘅作用唔係淨係單單純純係入波串連啊、連接啊。今場波其實加比智西斯嘅壓迫啦、企位啦、做防守啦，其實做咗好多嘢，係做得好好。咁啊，亦都要再講啦，因為150場即係領軍啦，咁啊阿迪達咧就贏咗87場啦，就多過雲加嘅82場。咁當然啦，你以一個即係攞杯嘅成就嚟講，梗係雲加係遠遠超過阿迪達好多好多啦。但係呢度亦都俾到即係阿仙奴嘅球迷一個盼望，或者一個樣就係、是，我哋好似揾啱個領隊喎。係啦。咁毫無疑問啦，而家都見到啦，起碼喺呢一刻啦，積分榜啦，打出嚟嘅風格啦，甚至乎亦都有啲 page 啦，已經講到即係命名啦，阿仙奴係青春風暴啦，又係咁其實絕對阿迪達啦，教波係有一手啦，而家睇到咁不論因為風格，即係同頭先你啱啱所講啊，一個領隊有火，係喂風格鮮明，係啊，打出嚟鼓舞人心，呢就係好領隊。其實啦，你今屆咧阿仙奴個成績好到咧，即係我好難講，即係講咁樣喜出望外啦。佢係嗱，佢除咗輸咗俾曼聯之外，佢係對 Big Six 啊，連贏熱刺，連贏利物浦，跟住連埋連贏作客贏車路士啦。其實呢場波之後咧，其實電視機有講嘅，即刻講啊，佢係第一隊 Big Six 戰作客贏波嘅球隊。曼城都贏唔到，再艾菲魯輸波啦。跟住之後，當然啦，下場利物浦亦都贏咗一隊所謂嘅 Big Six 嘅熱刺啦。即係阿仙奴是第一，即是今季里面第一队 Big Six 作客可以赢 Big Six 球队。其实 b
碧色互戰咧，作客係攞到三分咧，係一個重要指標嚟嘅。嗯，係啦，咁同埋其實佢叫做啊，由十月打到落嚟，打對三隊碧色，你話佢係咪專贏弱隊咧？其實你真係冇，唔係弱隊嚟㗎啦。雖然你話熱刺好多問題，贏利物浦，當時利物浦好多問題，車路士有佢問題，但係你都要自己冇問題先得㗎嘛？點解隊隊都有問題，自己冇問題咧？就是、其實就係已經講緊領隊有佢嘅功力喺度啦。好多原因啦，咁總之就係而家阿仙奴啦，係威係細啦，當然就係、是、個講真，即係唔潑冷水嘅，唔係潑冷水嘅，而係因為隊波真係順啊，隊波順嘅時候咧係有加成嘅，係會發揮你雙倍功力嘅。即係我咧，其實嗱，我季初咧，我今日特登聽翻啊，我哋講英國已經講波已經第一集，我嗰陣時我英超預測啦，我哋係啦，我自己講咧，阿東尼就話，即係我話坐三望二定坐二望一咁樣嘅。你覺得阿仙奴坐二望係啦，跟住我即係。好好，但跟住同你就對到噶嘛，係啦。咁你睇翻嗰一集，其實即係我當其時講真，我都係好大擔心頭啦，擔心頭啦。嗰陣時我都係講緊爭前四嘅啫，係啦。我即係講，我即係嗱，即係去到依一刻咧，我見到群網上面都係爭前四啫。我哋其實唔好講呢啲咁嘅説話，冇啊嗱。大家睇到啦，大家又如果一路伴隨住我哋走過嘅路咧，就知道啦。Tommy 咧開頭係好保守嘅，我一路幫阿仙奴起機，一路幫阿仙奴起機，起到咧第七場咧贏咗之後咧，七勝一和一負嘅時候咧，佢就嚟啦，大聲叫爭冠啦。唔係係贏係贏咗利物浦開始，係爭緊冠嗱。其實係啊，係爭冠啦，爭緊冠。嗱，其實賽後咧記者招待會嘅時候咧，有球員即係記者問阿迪達啦，咁佢係咪爭冠啦？其實阿迪達佢都講咗啦，佢話其實過去六年裏邊咧。要睇翻曼城過去六年咧，佢係世上最好嘅球隊，係世上最強的球隊。佢係世上即係仲有最好嘅教練同最好嘅團隊，佢有最好嘅穩定性。佢話佢要尊重呢個事實，佢哋而家我哋係做得更加好，但係咧佢哋而家有個唔錯成績，但係要爭冠一個仲有一段長時間嘅路啦。但呢句我覺得係為球隊降温，但我想講，其實在球員心目中，同埋我話咧喺成個團隊心目中，佢絕對唔係，因為沙加喺賽後佢講咗一句奪冠嘅宣言，係真係奪冠嘅宣言嚟嘅。即係嗱，沙加佢講咩？就係沙加當然啦，佢講個粗口，大家都知啦，即係話個氣氛好好啦。今日開始一個即係最好最好最好個 best team 啦，跟住教練去行呢樣啦。其實佢最後咧，佢有一段咧，我自己 cap 咗英文，哇！我覺得真係豪情壯志嚟呢個説話，佢睇翻幅圖。系，睇先啊！我睇翻幅图讲，佢话 ：Listen, after the season, nobody asks you how you win in November or December or in January.、So we are trying to get a lot of the point as possible. And after, let's see where we end. 佢都讲啦，佢话我哋冇人会谂我哋十二月攞几多分，一月攞几多分，唔会有人知嘅，唔会问翻我哋过去。佢而家就系。只是一路嘗試攞有幾分，攞幾分，睇下季尾係點樣。其實依句唔係緊奪冠嘅宣言咯。我哋而家係望緊季尾。其實佢講得出嚟，即係話成隊更衣室裏邊所有年輕人都係講緊，喂，睇我哋季尾攞啲乜嘢。佢背底裏説話，佢講個季尾攞啲乜嘢，咁唔係諗攞冠軍，係諗乜嘢啊？呢句唔係一個奪冠宣言嚟嘅，應該。嗱，我唔係，我唔覺句，因為呢句，我覺得你可以話佢唔係一個奪冠宣言，但係佢呢句背後話俾你聽，佢哋已經望緊季尾，佢哋可以攞到乜嘢。我哋係講緊我哋最尾係去到邊度啊嘛。如果普通以前阿仙奴贏完一隊強隊啦，車路士啊、熱刺啦，佢哋大合照影相啊，佢哋啲人俾人笑係乜嘢啊？哇！你贏咗我哋就以為好似自己奪冠咁樣啊啲。係咩？系啊，真系噶，喺更衣室影晒相啊！咁唔咁啊，因为咩攞第四嘅时候就更衣室影相啫，嗰场嗰幅相啫。唔系，有嘅，有赢过，就又攞唔到第四，即系有呢啲咁嘅相出现过。但系其实我觉得佢讲得呢句说话，其实都系讲紧球队成队 team 嘅心声。佢哋而家话你唔好理我哋而家十二月攞第一，即系而家我哋唔系睇啲嘢，我哋而家系讲紧季尾，睇我哋季尾攞到啲乜嘢。咁。對對唔覺得依個已經喺佢哋嚟講係一個話俾你聽，我嚟緊奪冠咧。如果唔係，佢唔通唔即係佢，我覺得佢咁樣講，其實佢哋自己成班內部肯定講緊呢個 chance 係要捉緊，唔好話啲球迷喂，今屆實力唔得啊，下屆再算。喂，下屆重新洗牌啦，上屆邊個攞第二啊？利物浦攞第二啊，今屆咪重新洗牌咯。你冇人知今冇人知下屆阿仙奴仲有冇機會有咁嘅機會去攞。即係咁嘅爭冠咯，但係
我對英文的理解有啲唔同啦，咁我哋三米再講。咁但係咧，首先要講嘅就係我一路都講緊咧，其實第五場開始我都講緊亞視話爭冠噶，你死話自己唔係爭冠啫嘛。五連勝嘅球隊點又唔係爭冠啫？玩嘢咩？總之亞仙奴係爭冠噶，已經定咗啦。亞仙奴球迷咧唔好再妄自起伏，成日覺得自己爭第十幾場啊，而家打三分一啦。我見到啲人哇，仲係講緊爭四嘅啫。其實我講俾你聽啊，前四咧 book 咗啦，串啲講句係啊，前二都 book 埋噶啦，係攞第二第一啫嘛。我都係咁講，我都同你講，我都同你講，中啊，我都同你講，保守啲，係啊，爭前四啫。大佬都話前四已經 book 咗㗎啦，唔係冇嘅，我唔會跌出前四。唔係我即係串啲講句就係 book 咗前二添。係啦，嗱 ，Tommy 咁有火，呢咪球迷咯。上一集都有人贊我球迷，係球迷應該有火。你應該記得自己爭緊冠，球迷嚟嘅收咩臉，一低咩調，一頂你領隊又低調，佢又低調，你球員都低調，我都係佢而家佢不嬲都唔低調啊！你問上場，你問佢最後最後幾分鐘做咩啊？打交啊！呢啲低調，佢從來都唔低調。咁但係事實係爭冠就爭冠咯，大聲叫出嚟話自己爭冠啊嘛！我都同你，我都舉我自己對我睇波講咗，呢英超定咗噶啦，頭兩名定咗噶啦，定咗噶啦，贏定即係第一定第二啫嘛，睇緊噶。即係其實上半版咧，或者除咗就你都傾偈啦，除咗爭英歐冠位係仲爭緊之外咧，前二完咗噶啦。咁護級就都仲叫護緊下啦。咁我哋再睇啦，再咁啊！如果咁樣去到呢度，就即刻去睇下個。全部聯賽榜啦，咁啊係啦，榜首啦，阿仙奴啦，十三場就十一勝一和一負啊，咁啊有三十四分啦，咁啊緊隨其後就係曼城啦，三十二分啦，跟住又紐卡素廿七分啦，係排第三啦。雖然啊熱刺啊揾廿六分，係啦，但係其實咧我熱刺咧即係其實可以開始跌出嚟。總結講一講就係、是、即係我哋頭先都講咗啦，熱刺其實個勢得緊，而好就好在佢有多一場之後就已經係世界盃係揭一揭 reset。其實好多隊上半季啦，利物浦、車路士啦，曼聯、熱刺啦，其實都有講過，即係大家都等緊世界盃之後 reset 隊波。咁所以今季啦，亦都我哋都多次重講咗好多次啦，世界盃冇人知發生咩事。咁所以 reset 完之後咧，咁當然啦，我自己即係可能會有球迷覺得我黑啦。咁啊，我又唔覺得阿仙奴同埋曼城會跌得去邊咯。我首先講呢兩隊啦。咁紐卡素咧。我亦都唔會覺得佢有咩改變，因為佢其實去打世界盃嘅球員咧唔多，絕對唔多。其實咧嗱，同埋亦都講過我哋，因為佢冇歐洲賽。嗱，依個冇歐洲賽係其一啦，但係你要睇翻咧，先講先。紐卡素係爭四定係爭冠咧？首先，如果係爭四嘅話咧，佢差唔多係比其他所有嘅爭四球隊，譬如比熱刺、曼聯、車路士、利物浦，我就係講呢四隊啫。佢嘅問題係最少的，係啊係啊，佢冇問題啊，簡直叫做，同埋佢冇壓力根本就，佢冇壓力，佢冇問題，佢而家就算佢攞第四、攞第五，佢都有好大嘅進步，球迷唔係俾好大壓力佢，同埋佢而家視野好，佢速度快，即亦都冇打歐洲賽，冇咗歐洲賽唔係一個好大嘅優勢，因為其實你其他嗰四隊其實佢有一個好龍大嘅兵源去打歐洲賽先係噶嘛，係咪先？所以你唔話佢係咪好大優勢唔係，但係問題你係要知道。熱刺、曼聯、利物浦、車路士，佢裏邊除咗要打歐洲賽之外，佢裏邊本身問題都好多，佢要 reset 呢個問題好大。紐卡素係冇唔需要 reset， 因為紐卡素係上季問題出咗嚟 reset 咗嘛。係啦，咁仲有講嘅就係其實一周一賽咧係有優勢嘅。係啦，咁因為咧唔關兵兵完事啦，你淨係操練一課一個星期，淨係操練下一個對手，淨係針對下一個對手，你準備功夫爭好遠啦。呢個係講緊一周一賽嘅優勢，冇一周賽嘅優勢，因為即係。唔係你做得，你做得 big six， 你打得前四，你就因為再講翻，就算利物浦即係之前都有講過啦，因為高普都講過，其實我哋啲球員連一場波嘅機會都冇嘅機會，咁打咁啲車路士都係啦，咁所以其實呢個就係點解有歐洲賽嘅球隊一定係實力好強大先會走去打咧？點解有啲球隊打咗就即係散咗收皮咧？就因為兵員各樣嘅問題啦，領隊問題啦。咁好啦，我哋講完上半版啦。咁我哋好快帶埋落去下面啦。咁因為我哋一路數落去，頭先 Tommy 都數曬啦 ，Big Four， 跟住水晶宮第九符合第十水晶宮啦。咁跟住賓福特又跌落去十一啦，已經列斯聯又原來唔過上咗十二喎。又當然啦，其實護級球隊咧係十分到十五分。咁其實咧，森林啊同狼隊都當然唔會講話已經釘死咗啦，冇咁快啦。其實球季如果護級嚟講咧，廿幾場護級咧就真係可以好多變化嘅。係。咁咧，因為同埋冬季睇冬季轉會啦，冬季轉會啦，調翻轉紐卡素上年都係呢段時間都係冠級嘅，都係冬季之後買咗查比亞先至上翻翻嚟啫。再提一次啦，2022年攞分最多嘅球隊啦，即係下半季最強嘅紐卡素啦。
咁係啦，咁當然啦，紐卡素有個 Sugar Daddy 啦，其他隊冇，咁啊呢個係佢獨有嘅優勢。但其實紐卡素都唔係用咗好多錢去買佢，呢、這個同埋其實我講 Sugar Daddy， 其實咧紐卡素訓練場好曳，其實而家Sugar Daddy 係填緊上次班主留俾佢哋個氹，所以其實佢喺買賣球員裏面咧，佢唔係用咗好多錢。雖然佢破咗佢哋自己球會記錄，用6000万磅買咗醫生翻嚟，但係其實你真係睇翻佢而家嘅波，佢都唔算係大手筆買。其實因為呢個先至係令人稱讚，就係一個用最有錢嘅班主，用最理想嘅營運方式去營運一隊波，去揾補償，揾到啱嘅領隊啦，啱嘅領隊配置到啱嘅球員啦，其實就夠嘅。因為咧球員變球星咧，都係咧要打出嚟嘅。唔係你，即係你當然啦，你話好似曼城咁，馬都買球星嘅，當然係另一樣嘢啦。即係曼聯咁都係啦。咁但係紐卡素呢刻未有呢個魅力，佢有嘅錢，但係有錢你都唔一定買到好球員。但係好嘅領隊就可以將好球員變成更強嘅球員，變成球星。呢、這個就係點解佢艾力何為佢都攞分表現咗之後，其實之前英國風評都覺得佢係好好嘅領隊。其實點解咧？事實證明咗啦。你俾到一隊好嘅兵，俾到資源佢一個領隊就可以變成魔法。嗯，就係咁啦。咁我當然啦。其實剛才沙加的說話，紐卡素的領隊隊員都有說過，一路打一路打，打到最季尾 Let's see what happened， 就是這樣，因為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嘛。總之每一場都是當最後一場打，贏了才說啦。好，跟著又我們可以說一說嚟緊下一週有即係最後一週啦，世界盃之前最後一週啦，最後一週啦咁賽事啦，咁啊星期六啦就最多波睇啦，因為 Super Sunday 啦，咁啊比場星期六咪 Super Sunday， 星期日係 Super Sunday 啦，所以得有兩場兩場波都睇啦，跟住就星期六啦，咁啊一定要睇利物浦對沙頓啦，係啊呢個，但係其實三點鐘，不過佢而家代領隊啦，又冇咗哈薩克圖啦，其實冇，我覺得哈薩克圖都 OK 嘅，咁我唔知點解越計越差啦，都好少睇沙頓，因為咁我會睇利物浦，當然係，咁另外我會睇嘅咧。紐卡素去 Chelsea 一定睇啦，五點半咗場波，你得佢睇點會唔睇啫？係咁五點半場咁，點如果換波可以唔睇嘅，咁又都唔係紐卡素都睇啦，即係紐卡素可以入 Chelsea 幾多球？咁阿仙奴你一定睇啦，對狼隊第二場波都注定換嘅，睇紐卡睇阿仙奴點贏嘅就係咁跟住係咯，咁所以係咯，即係朝早啦，又係咁啊，即係佢係揀得幾好嘅，最尾一周都曼城對賓福特又係狂掃啦，應該睇個勢。咁啊，即係睇下比分會唔會大過今週啦。咁最後 Super Sunday 咧，反而唔係好 super。白禮頓對阿小維拉有冇 super 咧？即係 super 咗喺邊度咧？咁富咸對曼聯又有幾 super 咧？咁啊，富咸對曼聯都值得睇嘅。咁啊，睇下曼聯即係作客佢自己，即係咪頭先我所講啦？阿隊偽強隊啦，即係如果真係強隊嘅，你作客富蘭真係你要攞分嘅。咁如果你真係失分或者即係，輸波啦，就即係證明咗曼聯真係佢前線功力好問題。即係講咗，佢入得18球係好低嘅。即係如果講緊前線逼式嘅功力啊，即係似乎即係就會覺得係坦克格又打回原形啦。係啦，咁啊係啦，咁啊咁啊都講到維拉嘅看點啦，睇艾瑪利第二場咯又。係啦，艾瑪利第二場啦，咁啊亦都要再講講即係歐聯嘅，因為歐聯就抽籤出咗啦。我哋雖然冇圖啊，但係都要講一講啦。係啦，咁啊。歐聯抽籤梗係要講啦，歐聯抽籤，上屆對皇馬啦，上屆決賽翻版啦，又對皇馬啦，咁跟住，其實你預咗嘅，佢唔係皇馬就拜仁，跟住就波圖同埋，因為你少第二名啊嘛，係得對揀嗰四隊啊嘛。其實你球迷都預咗啊，其實講真啦，歐聯抽籤我哋上兩屆知道係黑噶啦，即係唔好話黑，因為你自己攞少咗第二名，你冇得揀啊，得嗰四隊。上一年佢抽完。擺翻落去再抽，大家睇住噶啦。咁所以利物浦對皇馬呢個戲碼咪收視好嘛，佢實擺嘅。同埋冇人明，利物浦唔係皇馬都驚你嘅，放心。我唔知啊，今年我唔敢講。即係我會講，即係雖然我哋都有傾偈有講啦，其實喺歐聯啦，至少利物浦仲似樣嘅。咁亦都有利物浦球迷有講啦，即係就算我哋而家聯賽打得幾差都啦，咁但係如果打一場半嘅比賽咧，係即係當然，雖然而家有即係 first round second round 啦，打16強，其實打兩場對皇馬咧，未必。是很差的情況，咁因為如果打一場咧，就可能輸啊，就驚啦。你差就差在你第二場作客咯，第二場作客嘅出線率係低過 50% 嘛，4%啫嘛得。係，不過呢個係建基於之前再作客入球嘅比賽啦，咁而家冇再入球啦，咁亦都唔知嘅。今年好多嘢都唔同咗。咁我另外我覺得值得睇嘅 AC 米蘭對熱刺咯，係對熱刺，即係我覺得真係好睇喎呢個，真係好睇喎應該。
咁跟住多蒙特對車路士都跌得好睇啦。咁、最慘嘅就係巴黎聖日門咧，有球迷已經做咗圖啦。巴黎聖日門話：，唉、哎，又係拜仁啊！咁即係又出局啦，又攞唔到啦，係咪先？但係今屆嘅美斯即係美斯、麥巴比同埋尼馬，我覺得個心好似係個化學作用又多咗啲嘅，係啦。同埋即係如果你話麥巴比，即係當然啦，佢唔係一個十號仔，佢只不過一個前鋒射手，即係佢唔可以做到尼馬同埋。即係完全唔同，完全唔同。唔係尼馬同埋唔係美斯嗰種，即係你可以一個扭好多個啊，控球啊好多個。佢只不過係放個波俾佢搞，佢即係佢個 finishing 係啊走位啦 ，finishing 係好好好出色嘅。咁都係，所以我覺得麥巴比係去唔到尼馬，去唔到美斯嘅高度啊，係啊。咁你講到美斯就冇乜人去到美斯高度啦，梗係除咗 C 朗，但係 C 朗而家都得啦，咁美斯就仲有高峰啦。咁啊，歐聯就講到咁啦，咁仲要我覺得值得講係咩咧？即係歐霸嘅，即係歐霸嘅 lock out round 啊嘛 ，playoff 啊嘛，你睇下巴塞對曼聯啊，你睇下呢啲咩戲碼？呢啲係歐聯決賽戲碼嚟㗎，點解要去歐霸嘅十六強就已經？唔係，所以你睇下點解我成日都話眼尾，即係唔係眼尾啦，而我好少睇。曼聯咧，除咗因為即係其實以前一定會睇曼聯啦，即係國家打比始終都係。咁但係而家呢刻嘅曼聯咧，就唔係即係當然利物浦今年都唔好啦。但係我又想講就係佢比賽內容，其實我亦都覺得我都睇幾場咧，其實都唔係咁好睇。咁所以我都好少睇佢或者提佢嘅嘢，因為就算其實睇其實足球節目啦，應該係足球節目啦，甚至乎都有前球員或者球評家都有講嘅就係、是。其實而家嘅曼聯咧，就算 C 朗今場打正選啦，爭啲入波啦，或者就算 C 朗入波到啦，喺國內嘅輿論咧，亦都已經唔多。其實曼聯嘅討論熱度，甚至 C 朗討論熱度，俾佢哋自己玩爛咗。你諗下，每個月差唔多成不斷咁有依啲鬧劇 ，C 朗唔踢，塔卡唔出，出嚟你又踢得唔好，你又鬧情緒。其實呢啲負面嘅，其實太負面啦，負面嘅就冇人想睇，係冇人想再睇啊。其實呢隊波喺直至到佢可能真係。打翻一段好啲嘅足球啦，真係打得出一個足球啊，一個純粹好啲嘅足球，唔好再有呢啲鬧劇嘅出現之前咧，應該傳媒都唔會再點樣大肆去報導佢，我會咁講。咁咁我哋 let's see 啦，睇下佢又點變化啦，因為始終佢根基後有嘅錢又係，咁我哋再睇啦。咁啊，今週就暫時係咁啦。Tommy 有咩講啊？冇啦，咁啊，記得睇埋下週我哋嘅最後一週啦，世界盃前。世界盃前最後一週啦，咁啊，再睇下我哋有冇時間可以做啲世界盃特輯啦，或者做下啲其他特輯啦，係啦，就講熱波噶啦，咁啊，去到呢度咁啊，都係啦，咁啊，如果中意節目啦，咁啊，真係聽到，因為都成粒鐘啦，即係聽到最尾嘅話咧，都俾個 like 我哋啦。我亦都會，我亦都好 appreciate 各位睇我哋嘅觀眾。因為其實我哋同Donald都有傾過，喂。究竟做三十分鐘好啊？如果係咁講，即係講成粒鐘喎。係啊，因為我哋就亦都你見到我哋平時好節制啦。咁但係近排因為比賽太精彩啦，咁我哋都放肆啲，我哋就因為好節制地講咧，就有陣時又好似我覺得好局促啊，好短啊，咁但係又多啲嘢講，一講講成粒鐘咁，大家會唔會咁樣都中意聽咧？因為始終我哋都係唔係。不專業地扮專業講啦，我哋專業唔專業啦，專業感唔專業啦，係啦，亦都唔係有啲video 俾大家睇啦，即係得圖啦，同靠我哋兩個講啦，所以係啦。咁如果大家可以俾多啲意見我哋啦，究竟係咪唔使講咁多啦，或者啲波唔使講啦，同埋等我又賣多次廣告啦。其實咧我又出咗第一條球場片啦，係啊，呢度亦都令我有即係第一次入去曼城嘅球場啦，亦都令我想講少少就係曼城嘅主場其實。不是很有主場優勢，即係亦都有球迷喺下面留言，同阿 Tommy 入個場。係，我入個場，我想加入個場。其實因為我哋嘅朋友都入個場啦，都係話咧，其實曼城球迷咧相對冷靜嘅，打氣嘅氣氛唔係好夠。其實因為其實我又想講翻少少原因，第一咧就係、是其實曼城咧開場前咧，佢球場出面嗰啲嘉年華係做得好出色，係出面好出色嘅。咁但係我覺得可能第一講話夜波，同埋你睇去睇個夜波，同埋係夜晚落雨。所以個氣氛係差啲，又凍又濕又凍。即係我嗰日去睇係聯賽第一場啦。即係我自己，我上屆去睇啦，即係阿斯洛作客曼城啦，雖然輸到 high high 啦。咁但係其實曼城個主場又冇你講得咁曳，因為可能入五場都係好多歡呼聲啦。係啦，咁但係其實可能慣咗啦，佢哋啲球迷。係啊，因為入場係有歡呼聲嘅，但係因為就算係唔爆咧係啱嘅，因為其實就算我呢一刻。我呢刻啊，我講啊，如果我攞35磅做曼城球迷，跟住再都仲買到波飛，而家我都仲掙扎緊，究竟我做唔做呢個球迷？呢度都順便再帶一帶過啦。我都應承咗球迷話會講一講啦，因為咧
曼城咧，因為始終啦，我大膽咁講啦喺度 ，Manchester 咧一路都係 red 嘅，一路曼聯咧，大家都知道由90年代開始一路風魔到2000年，其實曼聯嘅根基咧，始終佢就係前霸主。係。咁但係到呢刻咧，就算曼城攞咗五場之前咧，因為始終英國咧足球係一個文化啦，係家族嘅根基會傳承落去啦。咁所以本身如果係曼聯球迷嘅家族咧，好少可會變節做曼城球迷嘅。咁而曼城加變嘅會真係嘅。而曼城近呢幾年啦，十年八年起飛啦，球迷咧可能仲需要時間去累積。咁球場咧真係唔滿嘅。咁如果真係要入場咧，好似 Tommy 咁講啦，衰啲啦，就咧係咪入咗會先？入咗會之後咧，曼城嘅 policy 咧係 guarantee 有兩張飛嘅買到。咁所以咧係好好，唔係聯賽得一張啫，聯賽得一張，但係起碼 guarantee 有飛。你邊一隊福氣？唔係冇 guarantee， 都冇 guarantee 有飛嘅，都冇 guarantee。但係唔係我啲 friend 話 guarantee 有啊？唔係，因為其實有好多飛，即係就算我而家去睇啊，因為我有 friend 嬲我睇即係季尾馬斯羅對曼城啦。其實我已經咪睇咗兩次作即係作客作主對區，即係好冇癮嘅。係啊係啊，係啦。咁我自己都睇緊啲，喂作客飛會唔會有機會自己睇下？唔係睇下大家會唔會多啲 like 啊，多啲我哋可以係 YouTube 可以請我哋睇啦。係不過呢個都值得研究，呢個都俾咗少少少tips 啦，就係如果真係想睇英超咧，曼城係相對容易嘅咁啦。咁當然啦，要入會啦，又要postcook嗰啲咁嘅衰嘢啦，三磅啫，三日幾都俾得起嘅。咁海外球迷可能撈搞啲啊，不過好啦，咁啊真係啦，今集講到呢度啦，係啦，咁啊觀迷都唔知去到幾時，好啦，咁啊下集翻嚟再見，拜拜。